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 FM50260，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昭林。今天呢，我依旧是为大家答疑解惑，帮助你解决困难。好，下面来接听我们的第一位听友。Hello。 喂，你好。Hello， 是这样，其实我正在下班回家路上，我的领导给我布置了非常多的工作，就让我这一瞬间吧，这一阵有特别多的压力。你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吗？嗯，对。那出现这样的情况呢，是比较正常的。因为如果我是老板的话，我会把我认为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信任的人。我好像能理解你的意思了。好，谢谢啊。好的，谢谢，谢谢这位听众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王昭林。如果喜欢我的话，记得经常给我打 call 哦。加油，冲吧。